呢一首歌媽媽係專登作俾 Kelly 同 Jared 嘅，咁係因為媽媽同爸爸好想你哋知道，我係對你哋嘅愛咧係永遠不變嘅，無論將來發生咩事都好，媽媽爸爸永遠都會喺你身邊去支持你、愛護你同埋錫你哋。We love you, OK? We love you very, very much. 人似光燃起，亲一亲温暖着你。2015年咧，突然间结婚啦，跟住2016年就有我个女啦。咁好多人都可能好多粉丝咧都会好挂住我，睇咗好多留言，好多粉丝都好挂住我，同埋觉得。嘉欣，你是不是不做了？是不是不拍攝了？我可以告訴大家，不是，人生呢，是經常都會經歷很多不同的事情的，每一個階段呢，是只是令到你成長而已。而這個短短的階段，我搬回溫哥華，現在眨下眼是四年，但其實四年是不是很過得很快呢？我沒有放棄過我的事業，而我也都不會放棄我的事業，這個是神送給我的一個才藝來的，即是我自己一个 dream， 一个 passion 嚟嘅。passion 是令到一个人会 keep living 嘅，可以 keep 阳光焕发嘅，是滋润到我嘅心灵嘅。所以我系会 keep 住去做，同埋我老公、我 family 都好支持我。我其实呢个 break 只系令到我自己个人更加踏实，更加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，更加清楚我自己喺娱乐圈里面想做到啲乜嘢。咁所以今次呢一首歌《做你的晨曦》。英文版 Mommy I Love You So 是我第一個 project 嚟嘅啫，將來我會有更多更多嘅 project， 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啦，都可以話等我啦。其實我係真係仍然好熱愛娛樂圈嘅工作，我會繼續去做更多更好更有意義嘅作品出嚟嘅。咁希望大家中意我第一個作品先啦～